22品新城屋突破坪数限制，将收纳规划于二进式玄关，保留宽敞厅区，还打造可远眺美景的窗边卧躺，构筑理想的轻奢华日常。在今天的节目将教大家三个重点，打造屋主梦想中的轻奢华住宅。我们会一起介绍如何规划二进式玄关，并把收纳集中在落成区，保留客厅空间。接着解析设计师如何在有限的空间规划生活场域，维持生活的宽敞度。最后了解如何运用绿建材构筑舒适健康的轻奢华风格。为了创造开阔舒适的客厅区域，设计师活用玄关长廊规划整面收纳柜，与梁柱切齐，并在墙面铺贴灰烬，营造廊道宽敞感。不落地设计搭配间接照明、轻量化柜体，在客厅与玄关的门廊打造隐藏式拉门区隔空间。长虹玻璃与玫瑰金属设计，带有奢华感，同时又能透光与遮蔽，大幅提升厅区隐私。开放式客厅巧妙运用 L 型沙发划分出窗边休息区，让小平数也能有余裕利用高楼层优势，打造窗边高吧台远眺窗景。餐桌规划在卧房外侧，正好提动线分流，墙面铺贴木作贴皮延续到餐桌，创造整体感。另一侧靠墙则规划精致备餐柜，增加收纳，同时也成为客厅端景。以细致的木作贴皮铺成空间，搭配茶几与镀钛金属，营造轻奢华质感。柜体与墙面的镜子反射也有放大空间的效果。三间卧房降低金属材质的比例，以绷布木皮和镜面营造温柔而安全的床头，简约的美式线板与上下分割就能丰富寝居空间的表情。三间卧房皆在床头设计多功能桌取代床头柜，插座配置上也十分充足，大幅提升使用便利性。利用木皮搭配镜面与镀钛金属，迅速低调奢华的住宅氛围。名家室内设计许琼英总监对22品的住宅做了细腻的空间分配，将主要收纳集中于玄关，保留空间给主要生活区域。低调却有质感的硬装设计搭配柔软的风格软装，运用窗景优势打造观景吧台，在绿建材底下与家人共享这片奢华宁静。